意思啊啊！侯老师来这演出非常不容易啊，这一会儿那边都估计贴条了，你知道吧？贴条也不是我的车，没有这么干的，你知道吧？就是讨厌啊，跟他演出高兴。他这个人啊，别的不说啊，台上咱们说台下一等一的人品，这是实话。人性好极了，哎，他也就喜欢跟他说话，是吧？长知识，长学问，没错啊。我们经常出去各地演出去啊，哪儿都去。前些日子奔太原啊、哦，您是不是跟我去了？去了，去了，一起去的，对不对？嗯，坐那个火车呀，啊，慢车是吧？坐上火车，嘎哒当，嘎哒当，卧铺。不，你等会儿，你等，你坐这火车怎么还郭德纲？郭德纲什么意思？没听说过，你这骑着马去的，你这是。我们可以骑着驴，啊，越浅越浅。这叫你师傅那是，还人家师哥呢，知道吗？啊，就坐那个火车啊，一路上舟车劳顿，挺累的，在一块儿聊天，聊完天各自上床睡觉啊。一到半夜啊，侯震起夜了，啊，尿急，这上厕所，上厕所啊，打过来去吧。火车上那厕所空间十分的狭小，窄呀，对吧？嗯，他在跟前啊，有这么一个小框框，小框框里头可能有一绿牌啊。要是没人把这个把手拉下来，他这写的就是无人。对，哎，就是有人情况下理解，对，不是怎么说不清楚了，那个就是有人就变红了，有人就是红的，哎，就变红了，这个写着有人就变红了，对。是我要下台换一绿的，你知道吧？那就无人了，知道吧？有人里头小红牌上面写着有人啊，要是这个插销不插上，它下了一个绿牌啊，写着有地儿，是吧？那写着叫无人，怎么还有地儿呢？知道吧？就这么个小牌子啊，当时他迷迷糊糊吧，过去一看，哟，绿色的，能进去，把手推开了，往里这么一走，坏了，怎么了？里头那位忘锁门了。没锁门，大姐蹲着正看着他。你看，就这么巧，还是大姐，你看吧。当时给他吓得回过身，把这门又关上了。我把门关上了啊，不敢进去呀 啊，对不对？站在门口琢磨，我怎么能这样呢？啊，就在门旁边，我敲下门能累死我吗？就是，我咳嗽一声能累死我吗？啊。我怎么这么鲁莽，这么莽撞呢？自己谴责自己。哦，不行，就兜里掏出手电筒来。道歉啊，对不起啊。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。错了，谁错了？谁错了？您那什么举动，跟臭流氓似的，蹲在那儿看去啊？对啊，还不怕掉火车下边去？怕看不见人家，没有这事儿。手电筒，别照了，别照了，别照了，看看人家吧。本来就进错，扭头走就完了，没这事儿。谴责自己，谴责谁呀？这个人比较正义，没有这么正义的，是人好啊。想这么夸夸您，这是夸我吗？哎，这是在台下啊，这个人品可想而知哦。台上这个艺术那更好了，是吗？对不对？在台上我琢磨琢磨，可以用这么一句话来形容侯震，什么话？侯震算是站在了相声演员的前列线上。嚯，他跟那站的时间很长，站不住，站不住，站不住，时间很长，站不住。好家伙，再把我尿出去！这没有这样的，站在上头，什么上头？没钻在里头，没有，那没不像话。啊，说错，那叫前列线吗？那叫什么呀？那前列就行了，就别线了，就在最前列不有根线吗？你没有，没有，我不这么说是啊啊，哎，就夸夸您。没有这么夸张，对吧？听，在这方面啊，啊，有可能我就比不上您了。你在前列见后头，那是膀胱，你知道吧？走吧，您误会了啊。就是说，在相声这个艺术领域方面，我自然是不如您的，是吗？举一个例子来说啊，早年间你们成立个什么培训班啊，你在一块上课哦。那阵儿他也刚来。我那个岁数也小，在一块上课，对，你还尿尿活泥呢，是吧？哎，你我尿尿，你活泥是吧？谁活泥是吧？高峰高老师讲课啊，你一块上课，任命他班长，对，我得当这头啊，岁数大，嗯，我不如人家呀，啊，我是他的班副啊，是副手，对，嗯啊，后台这个
成立个什么相声演出队啊，人家司机队队长。你这说的，这是我不如人家呀啊，我是他队副，司机队队副。对对对，不要提司机队，你知道吗？我是他队副，成立个什么团体啊，人家团长啊，我不如人家呀，我是他团副。对对对，成立个相声研讨小组啊，人家组长，是我是头，我不如他呀啊，我是他祖父。好，这我呀、啊。到这儿没有这么说的，虽然不如他，我挺高兴。高兴什么呀？啊，祖父像话，成我爷爷了，这可以，可以，可以是没有啊，这儿不能这么说了，表扬您了，这副队长，副队长，哎，反正那意思就是说您好啊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啊，平时生活起居，各种兴趣爱好啊，人家也不错呀。是，为什么这么说啊？得往家里介绍，往我们家书香门第，啊，可以这么说，对吧？啊，这话这么说不错。他啊，平时什么琴棋书画那是样样精通，爱这个，对不对啊？咱挨个介绍一下。行，先说这琴。嗯，琴是什么呀？乐器。是，对不对？可以用一句话这么说吧，啊，说没有侯震拿不起来的乐器。哎，我什么都喜欢。是大提琴。嗯，多大个？走。哎，钢琴。起。立会。哎，等等等等，你等会儿，你电视加钱，知道吗？这加什么钱呀？都会拿呀！这像话吗？对，冰箱还加钱呢，电视加钱，可以冰箱。我搬家公司的，我什么都举得起来，像话吗？就说你好都能来，人说得拿起来，什么都能弹两下，那叫什么都拿起来，什么都能会。对，对对对，说错了是吧？反正人家会的是不少。哎，先拿出我的这个古典乐器来说吧，啊，人家就略知一二。是，对的，这古琴啊，人家就会。哎，搁家里弄个小桌，上面。